三艘已经飞往澳洲的航班，发生故障，现在已经失联，我们已经联系医疗救援队。组织走，没钱还来喝酒，滚！夏沫，你呀，你还要堕落到什么时候？夏沫，是夏沫。小莫早在六年前空难中就走了，航班组织失踪了，我见不到尸体，他就还活着。董事长已经找了新任的机长顶替你了，你这样别想继承一世航空。正好，我现在就去办离职。娘，这里就是您的办公室，里面的东西机场会马上派人搬走。就是那位整日酗酒的富二代机长，易机长也是个情种，他听说过，当年逼迫已孕妻子流产，最后在六年前那场空难中一去不复返，他活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活该。好了，咱们先去会议室吧，都等着咱们呢。哎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，这次新来的两个机长里有个女的，听说还是夫妻档呢。你看易机长这一蹶不振的样子，易总是让人到现在不撤职已经很宽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副机长陆明。好帅，真的好帅、啊、我是新任的五星机长安娜。小莫，安娜机长，您是从小生活在澳洲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您和意识航空之前一位乘务长得真的很像。是吗？有机会见一下。抱歉，他已故。想必这位就是易阳易机长，久仰。小莫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易机长，初次见面，请您放尊重一点。我是易阳啊，你忘记我了吗？易机长，这位是意识航空新任的五星机长，也是我的妻子，安娜。